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Sim。哦，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淳浩。那大家看一下这一个阵容，哇哦，我们这一队啊，完全没有任何的中锋哎。然后对方呢，居然有双塔啊。当下呢，我选到这个阵容啊，我就在想，啊，基本上呢，这一场是 All Yuki 啊。哎，不过呢，这一场啊，可是特别特别的精彩啊，大家呢一定要啊细细品尝，看到最后。我以为我们的队友啊是来乱的。哎，殊不知呢，大家的防守能力都还不错，而且对方呢也是非常会盖哦，火花四射的一场比赛。来，我这边呢模仿一个隔扣，也被对方火神给抓到，看起来这个火神啊是有20把刷子的。这一场呢，俨然成为一个火锅教学，大家呢仔细看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隔扣，哎，起跳的位置，基本上啊，他跳起来飞行一小段都还可以盖。那火神每次突破之后，我们就要注意啊，他有没有拉回来，因为他那个是一个送锅题。啊，剩下最后的一秒钟，没问题，对方的将旗想要偷偷上篮，也是直接击落。Nice nice， 来看一下这一回合的话我们怎么打。我们基本上如果要打外线的话啦，真的是比较难打，因为没有篮板的，说实在。那火神呢非常喜欢用背扣，这一场呢被他背扣偷击非常多次，而且都被他成功偷击啊。啊，我们的深三呢站在三分线外不停想要尝试，但是我们这样的阵容其实真的很难打。那我呢再算了一下我的机制球啊，这一球呢拉出一个空位出手没问题。感觉好像还有看头，感觉还能打，所以我们就持续坚持下去。这边就注意一下火神的背扣，哇，太可惜了。因为当下我还在想他的那个位置他是会背扣嘛，哇，结果一不留神我们的深三就出手了。欸，我们是没有篮板的啊，你没有绝对空位真的不要出手啊。可以看到早川也不是一个单纯的人啊，哇，很喜欢用这个假动作骗我们起跳，而且呢三番两次调戏我们。现在比分呢落差的6分，哇，这个篮板小金井空位出手两次了都没进。当时我在想说，哇，刷赛，哎呀，这边呢真的刷赛，我被对方一个隔扣啊骗起来啊，基本上我只要被骗起来，哇，他们就可以稳定的得分了。这边我再拉出一个，结果居然被干扰到，好可怕啊。我当下想说，哇，这一球要投出去没进的话，那肯定篮板是没了，没想到老天爷眷顾我。好了，这边呢我没有被假动作骗起来， I got you man， 他看到我们一个人被骗起来，但是我守株待兔。哇，深山这时候又投了一个三分出去，这一球被小金井拿到，好危险啊。我是觉得啦，我们可以打内线，然后小金井可以帮我们捡地板，这样不是倍儿棒吗？这边拉出来之后回来，结果本来想说呢要勾引一下火神啊，小小的一个拉回来，哇，结果还是被他抓到，表示他眼睛非常的利啊。那这边要换我们，哎，送锅题来了，没问题，掌握住。哎呦，结果是我们的好像是三三盖下来的吧。那这一球对方想要尝试外线，结果我直接捡下篮板球，比分还有6分差距，我直接360度灌篮。因为我发现了火神好像一直在猜我的一段，哎，所以呢我们当然就直接给他360度灌篮。来看一下对方的早餐，早餐吃了没，又来了，还想要再第二次吗？我直接变成一个练习时间呢，比分剩下4分差，这一球打进的话就有机会出手进，没问题，一个 long two。 OK， 这一场打到现在其实感觉好像有机会哦，如果我们持续拼防守的话，哇，还有一个超级，但很可惜没捡起来，被对方降旗投了一个 wide open， 居然被他把握住了。我们家的小金井的控位都一直没什么在进了。哎，深山小心点，哇，深山又直接出手了，这一球没问题吧，上把小金井捡起来之后我内线有机会，哎，结果深山在外面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这边再一个360度灌篮，果然对方的火神是没盖到，他感觉每次都在跟我硬猜啊，我是觉得有点小危险，不过试看看这一球，哇，跨步击球，跨步接球，我直接被撞到了西班牙去了，比分又回到了4分差。深山想知道怎么被盖吗？哎，就是这个龟派气功的姿势，感觉起来像是对方提早起跳，哎，但是呢锅点就在那边了，所以呢常常盖不到深山，要注意。那这个降旗的二段锅点呢大概就在这里，直接盖掉没问题的，是大招的锅点啊。对方的早川还想挑战，我从背后头壳小给他拔蕊，火神还想挑战背扣，哇，这一球很可惜，小金井不是有扑球技能吗？啊，这个接地板球技能嘛，居然没有捡起来，比分的瞬间的又被拉回到了6分差距。
其实我在想的深山啊，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投三分的机会。哇，小金姐还是选择控位啊，还是选择后仰出手，心脏相当的大颗。我在一直在赌啊，深山可能只要投到一颗三分球那就可以了。哎，这边顺利的再盖掉对方的早川，剩下四分，这一球稳稳命中，剩下55秒机会，只要我们还可以再偷这个几球。超杰，或者是再盖一个几球都还有机会。火神要送锅吗？没有，火神也没有选择后仰过。那我觉得后仰他们是很有机会。好，那火神的大招锅点就在守到背后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小金井非常会盖啊，不得不说，小金井帮我盖掉了非常多球。但我觉得我们可能同时都有盖到了。哎，这一球漂亮，火神没猜到吧 ？Nice ball。比分的瞬间已经拉平了，16-16。火神的跨步，哇，好可惜啊！这个是我没有守好，这一球我应该是要把它盖下来的。回去呢要检讨个十遍。哎，深山，你要不要站在三分线游走啊？你可以帮我们拉一个人嘛？哎，这一球贴这么近的吗？好险，早川没有击落。时间剩下最后的30秒，18-18，这球能不能守住？没问题啊，好可惜，地板球是被对方捡走，背扣，哎呀，被灌进去了。啊，这个背扣的话，让火神啊得到非常多分呢。其实背扣我觉得相对好盖啊，接球瞬间把它盖下去就好。这边我想说，火神啊已经吃我360度闷亏很多次了，所以我就选择一段灌篮。剩下最后的19秒，还有一波进攻机会。哇，好险，这边差点被骗跳，不对，应该是已经被骗跳。最后的话，我感觉火神会用背扣出手，因为背扣他得分机会比较多。没想到早川按耐不住，这边火神距离有点远，所以他要接球应该是跨步接球。我们直接从后面投颗小巴瑞，没问题。哦哟，最后早川一个上篮，时间再给他一秒的话，那一球我们是盖不到的。那我一直觉得深山应该会有一个三分的大招才对，因为毕竟这个时间过了一整场嘛。所以只要我们有机会追平的话，然后最后让深山投一个大招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我的剧本是这样啊。哎，剩下这个灌篮被抓到，剩下不到50秒，剩下差不多50秒。哇，深山一个假动作，可以看到早川直接背过来，结果呢是将旗盖下的这一球。那对方是很会盖深山的投篮，那我这一场是完全的路人局，完全的路人局。所以我觉得对方应该不是什么双排配合，真的蛮厉害的，他们对方的火锅也是很不错。小金井持续尝试后仰，我心里有点慌张啊。剩下40秒，这一球没问题，掌握下来，但很可惜地板球一直在对方手上。应该是我们大家都想要来盖这个火锅啊，演变成这样。哇，火神的送锅体啊，这个要检讨个20遍哦，居然没有盖下来哎。啊，真的是很可惜。深山，你应该有招吧？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深山可以把大招放在最后。Oh my god， 直接撞停！啊，这一招撞停的话非常致命哦，很伤很伤。对方我觉得哇，结果我们又超解回来了。OK， 没问题。深山，先别急，先别急，这个状况可以的。大概落在两秒三分大招出手没问题。干嘛？哇，小金井，哇！结果居然是这样的一个结局，哎，我没办法接受啊！我没办法接受啊！我觉得深山是有大招的，啊，小金你怎么会出手嘞？深山怎么没有喊个我有大嘞？啊，天哪，天哪！好啦，那今天这一部影片呢，就到此结束啦，相当可惜，不过蛮精彩的啊！整场火锅盖了，加起来全队盖了17锅。好啦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吧，拜拜。